就结实肌肉男星张广成跟泰国男神 Bright 以及日本超模一起拍摄美国时尚品牌广告。跟近来人气高升的 Bright 在广告中露出壮硕身材，张广成不只有紧实的腹肌线条以及186公分的高挑身形，在华灯初上饰演年轻刑警的他演技备受瞩目，最近还参加实境节目。我会当他的二厨了，你再帮我撒一匙盐吧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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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们那边啊，请听我的指令。节目中下厨搭热气球样样来，张广成展现大男孩的一面，不同于时尚广告中散发出的成熟魅力。横跨广告、电视剧跟实境节目，也让大家看到张广成的多样面貌。TVBS 新闻做不到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